是王源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Roy Six。要想了解更多关于 Roy Six 的相关消息，请关注 Roy Six 官方微博和 Life Friends 官方微信。哇，我才知道我是要变成一个 Friends Creator， 但是就是我要创造什么东西呢？我想一想，街上看到最多的就是车，那我也总不能画一个车呀，还有什么？Hello， 晚上去哪玩耍呀？晚上要睡觉，嗨起来。OK， 嗨起来。OK， 666，拜拜，撤了。其实我画这些卡通形象就是毫无头绪，因为几个其实都是毫不相关的，但是就是想了一个比较幸福比较和谐的一幅画面吧，一个小小的世界观。我觉得我的卡通形象，其实我最开始心里只是构思了要画个什么东西，但是完全一点方向都没有，但这一次不仅把颜色涂上了，还就是让我想到了他们之间的故事之间的关联，就这样我觉得真的很棒。